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大哥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翰林右商店。我们刚才排队的时候，我看到两只五星哦，我猜一下是什么东西？对战不惑，小屋子里。哦，大虎。各位观众，这一个有没有机会草根这一个四二真龙呢？有没有？哦，没有，就你的。哦，夜空座，还是夜空座？四二真龙。另外一只是什么？岩狗狗来了，哎，右边好像有点不太灵敏，右边的按键有点坏掉了。李正，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喂，直接秒杀是怎样？真蛮痛的。来了，带着精灵球之力，会是什么球呢？哦，是超级球，推一个。咚咚咚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中了一只四二真龙，我有点惊讶到。四二真龙还有没有第二场强大宝可梦？没有了。这里又是精灵球，这一次又会叫出什么宝可梦？岩狗狗刚选下来的夜咬露莎，什么名字？哦，夜空座，和大家，我们用一只迷你 Q 来了，来了，迷你 Q 亲密无间大乱斗，转一个。下上下按76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没事，我们按一个闪避力提升。喂，水象23，喂。OK， 我们要捕获机会，又是带着精灵球之力的，连续两次。到底这一次精灵球之力会给我们什么球？高级球，推一个。哎，高级球，有没有机会两只都下来？两个，三个，哦，爆掉了！交换机会有吗？哦，还真的有。我们刚刚精灵球爆掉了之后呢，又来了一次交换机会。很久没有交换机会了，我打这几天都没有交换机会。大叔，你会给我什么宝可梦？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他换裂空，换小只的给我。逮就补，逮就补，获得了一只绿跑手。有没有第二场？强强没有了，辛苦。翰林右仓这边有一个小弟弟叫陈有成，他送了我一张四星露奈亚拉，那我们就在这一部影片送出去给大家。记得留言露奈亚拉陈永成，这样就好了。那陈永成呢？不管你是读哪一个字首，哪一个字眼都不要紧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Let's go。我们的第三场有士气提升，下面你看，哎呀，烈咬露莎，战尾灵巧的哦。好，烈咬露莎，拉鲁阿斯，好吧，有没有交换机会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后面排队了，辛苦了，回到宝可梦中心 ，Let's go。先皮卡丘，我们的裂空座还没有抓下来哦 ，Let go， 小米，裂空座，小小草，裂空座出来了耶！ Yeah. 我用拉鲁拉斯，迷你 Q， 然后我们滑出来好不好？滑出来应该是蛮痛的，直接看一下，士气309，来哦，看一下这个伤害，哎呦，拉鲁拉斯没死。来了，我们要丢球了，夜空座的球，高级球，哼 ，Q 有机会哦，有没有点击呢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哇，很难呢，有点难。哦呦，就有交换机会，我连续被骗呢，到底是会被骗还是诚实的大叔呢？第三次哦，会换到什么宝可梦？又来一次双五星，丘雷姆跟裂空座，你现在还没有五星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捕获五星的机会来，就续这两只了。哦，两只五星的机会来了啊、哦！会投到什么球？不要红的，不要红的，超级球，咚咚咚。
两个，三个。哦，我们地无常了，来了。时间过得很漫长，因为非常的多人来了。对战不惑，球之力来一个，球之力没有，球雷姆没有球之力，但是有球雷姆。那球雷姆，另外一句是什么东西来的？利亚路莎，罗里纳的吻，死了吗？哦，差那么一点点，帕路西亚应该是有办法，可以了啦。亚空猎人，嘿，来了，就是你了，超级球，有啊，是啊、哦，我刚没看呢，两个，三个，哦，有没有再一个强大宝可梦的机会？没了，继续排队吧。交换机会，到底这个交换机会会出现真假的？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的第五场，什么东西来的？球雷姆就是你的。蛮重的哦，有没有反击机会？可以，闪不过的。我们直接把它收服了，可以啊，投球投球投球，可以，来了，我们要投球了，有没有神败？没有，超级球，看了好几个都投超级球了，我们的超级球不知道是不是那一个不一样的超级球，哇，还是爆掉了，再来一回合，再来一回合，有没有强大宝可梦的机会？服务还没了，继续排吧。刚上两位都没有遇到五星的，然后现在换我们排队排的大排长龙。今日的第六场，攻击提升，烈咬路杀。我们这一回合呢是空过，希望有个第二回合。有没有第二回合？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。强大宝可梦的机会啊！刚刚排很久了，真的要很久，真的要很久。有，喷射击程度到底会叫出什么五星的宝可梦吗？哇，又是烈咬路杀。辛苦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出了又是双五星，裂空座跟球雷姆这两只又在双五星，来了。爆掉了，另外一颗呢？哇，现在从六点打到现在快八点，然后有一个滴滴在陪我。我们在这里排了一二三四六七八九。大概十个人，所以我们要等大概快一个多小时。那现在呢，里面目前有两只五星的宝可梦，现在里面有两只五星的，一只是裂空，一只球雷姆，听说好像要出第三只了。那么现在八点，其实我还没有吃饭呢、啊，所以我们赶快等一下前面的人如果下了，我们也差不多要去吃饭。如果都下完了嘛，哎，我们就继续排下去看，等一下打上有没有五星的宝可梦，裂空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出了第三只五星的宝可梦，然后我现在呢，前面还有一二三四，所以我们还要等四个人。好了，我们就继续的努力，看这三只呢到底会撑多久，有没有机会在我们这里一次雷狗。我们这一只杰克罗姆第一次出现哦，现在要丢球了，高级球。下了下了下了，那他雷空座还是没出来。这颗决定。到底会不会卡三只？卡三只卡到死，卡那个很爽。不可能卡两只吧？哇！完蛋，卡三只卡到爆，还爆掉哎、欸！高级球哎、欸，哪里过嘞？哪里过嘞？三只五星宝可梦。观众，我们的第九场了，现在已经没有错，就是快九点了。来一个对战不惑，求之力大图给我们。有没有求之力？有没有求之力？有没有求之力？没有。哇，好难！祈祷一下，祈祷一下。哇，这么难的、啊！再当再上强大宝可梦。哦，陨石程度，陨石了啦，就是你的啦，陨石了。哦，终于出来了。另外一只是什么东西？枪龙炮虫。
一两个工地的，解决了吧，准备要丢球了，奶奶要丢球了，神白神白神白又是超级球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哦，好吧，真的喷得来，喷得来，依然在后面排队，到底这个交换机会换到什么东西来的？两只五星的交换机会，这一台机器已经骗了五六个人了。到底这一次交换大叔会换出什么东西来呢？又是林美龙，疯狂骗，骗了第六个。今天大叔已经毁坏了六个，包含我两次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最后一场今日的第十场，大叔，哦，还是没有。哦有哎、欸，杰克罗姆，幸好有遇到你，猎鹰吧，有了，我们要捕获了，又是超级球。哦，有过难的，有没有交换机会？又来一个骗了，没有，要结束了吗？还有没有第二场？没了，好了，差了车子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今日要回家了，打到现在十点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车子，那我们就这样吧。啊，真的好累哦，这样应该算是第四只宝可梦吧，一日四只宝可梦，只抓了一只，然后是四二针哦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们就下次再努力吧。那我们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后面还有抽奖哦！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明叔哥，拜拜。